而今年的国庆焰火在高雄，为了抢拍烟火，在大港桥周边，很多人老早就用脚架卡位，要拍最佳角度。博尔特区也有摊商出来要抢赚国庆财，预估周末假期的人潮会是一般假日的一倍以上。而今年的国庆焰火总共释放20000发，配合高雄市立交响乐团29首曲目的演奏，长达30分钟，精彩可期。20000观众席摆好摆满，只等入场。2021国庆焰火在高雄，20000发焰火配合高雄市立交响乐团演奏，视觉、听觉一次到位。在抽中前是计划在家，抽中后当然就亲自来了。一年一度嘛，而且是今年刚好在高雄，还蛮值得可以看的。对，而且应该在这附近站着应该都看得到。期待的心情全显在脸上。为了抢拍焰火，大批脚架早就卡好位，大港桥周边一整排排满满。来晚了，可没港景第一排。大概中午1点就从台南出发，当初的目标就是要带那个大港桥当做我们的前景，这样子拍摄。有人抢拍国庆焰火，有人抢发国庆财。博尔特区摊商进驻，配合焰火活动，直到晚上10点才会收摊。焰火加持之下，人潮比一般假日还多了一倍以上。1.2、1.5，晚上应该会更多人。今天的业绩应该会恢复到疫情前差不多的程度吧。应该到晚上傍晚的时候，人会就是暴增。荷包赚饱饱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暌违20年，国庆焰火重返高雄，20000发焰火配合交响乐团29首曲目演奏，长达30分钟，精彩可期。没有抽中席次也没关系，爱河、西子湾甚至自家阳台都是绝佳观赏地点，保证能将焰火之美尽收眼底。记者梁家友、王超群 SNG 小组高雄采访报道。